可以。好好，哎，那这张也是在东北，那个叫做雪乡啊，东北雪乡拍的，好像前面也有一张，东北雪乡。好，那这张啊，也是等于是月亮这个部分呢、是重复透光上镜。那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有月亮，那么用广角镜头拍的话，月亮太小了，所以再把补一个月亮在上面，跟我们眼睛看到的月亮接近啊，这样的大小。那因为广角拍月亮会缩小，跟我们眼睛看到的不太一样。